进去了，不知道怎么用力，怎么打人的？哎，真的很漂亮的，张龙完全没有反应的，愣住。哎，有没有？但是你就完全不知道怎么用力，力这样的人就进去了，力用不出来。哪里看就知道，那个真的漂亮。张龙手术开了手术了，但是整个人他都进去了，有两次吧。一次比较完整，一次比较不完整。我说那如果是我的话，那怎么样都惨。这样进去的时候，你这个东西你不知道怎么用，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要整体性的，你才要上班。你看，你要进去了，你要进去了，这个东西进去了，这个两个整体性的东西，你要做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哦，做一半的时候是就不是。你进，其实他跑不掉了，因为你已经卡到他身上了，对吧？你再退的话，我还是逼进去了。但问题是，你第一拍没有做出来，他就会跑掉。比如说，你现在跟他做什么，你这一进去了，对吧？这个拍没有做出来，你是吧？那当然就可以跑掉。你这个东西，支撑，你要啪就掉，这个地方就要马上做出来。中央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中央他撞比较壮硕，这个中央你要学的时候，我要自己去撞，这种概念，嗯。你他的强项，但是他一样还是以这个手的风为原则。撞进去的话，如果说他也会有这种撞，你根本不是完全不是对手，他只是逼你要手好的，我用身体去撞，不是用手去打他，你完全不是对手。